桂芳兄的手牌凑一色，干大事，而且是一进厅听牌，哇，很好的听牌，混色听六九条，调将的六九条啊，还挺多，还挺多，真的还挺多。这里还走发财啊，这里丽蓉姐要小心了，这里还走七条，大家好像都没什么在怕的。对啊，这个桂芳兄三大落地，而且出了一堆万子跟筒子，嗯，对不对？四条碰死就是一条对二条对或六九条五八条的危险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一条对二条对，这是最危险的五八跟六九条。这他门前很明显是一个凑一色的牌型、啊，然后还有大字。对啊，对，很有可能，我们不能说很明显，很有可能嘛。嗯，不只是他给你看到的牌是东南四条，他出的牌是二五八万跟七二筒。哇，这里危险，为皮，想一下，下家有打过。哎呦，哦，他牌风很灵活哎。对啊，但我这里可能不会换。我也不会换，因为不会换的原因是在于说，我们是还是一样跟赛制有关系。嗯，白皮比较容易糊，但是六九条比较多。六九条比较容易自摸。白皮出来你必糊，九条出来，六条出来，我还不一定要糊哎、啊，我甚至可以拼自摸混色。我要留那种大家比较不会打的，这里的差距是大家比较不会打的多张牌。而不是比较容易糊的牌，嗯，对他会比较有帮助，尤其是他是算是最早听的，白皮也不会去帮助到下家，帮助下家，现在下家进了一个九条，对，虽然白皮是谁摸谁打，对他可能来了、啊、来了，他可能会糊这个白皮啊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六九条是 OK， 单调凑一色。七台，应该是打四听二五八，对，听二五八，回马枪效果也较好，所以是二五八万对上三六九，二五八饼对上三六九饼，哇，这里智颖的凑一色是单调东风，成型了，单调东风哎、欸，这里利用结尾 改成螺丝，改吗？二五八饼改六条碰死了，可能不会改。哦，那应该不改。可能不会改。但五条对他的视角来说应该也安全啊。八条相对安全。哎，改了。啊、有帮助了，也听牌六九万呢、啊。那这个吃牌会改变什么？哦，改变了。这一桂芳兄。这是过水吗？谁？三饼。伟杰不糊吗？过水。这张啊。对，过水。我觉得这个三饼会不会过的牌局的中段，因为分数落后，很勇敢的、啊、很大胆的操作。东风。二万。这个东风也很神奇，没人抓。对啊。也没哦，建一、哦、有建一建一。海底桂芳哥又跑了一张。二万。连续两张，他现在被单掉二万了，哇，神奇！哇，这个伟杰的过水反而出事了，过水放混色，混色单掉，哇，而且还是放到了他过水的那一个人。这种对玩家的情绪会有那个，嗯，会有影响。李荣姐碰一九万之后，我刚刚说他进了一个。比较没有用的六万，现在是重复搭，依旧是五八万的重复搭。哦，但是利用节奏混一色路线哦，五八万来直接听混一色，八万。哇，八万来了，打出六条混一色的中洞五万听牌，还有两张五万。利用节这个连庄，如果自摸这个混一色的话，快十台哦，对，卡张。来了吗？九台吧，卡张自摸嘛。嗯。然后庄连拉，庄连拉混音色九台，十台自摸嘛。真的吗？嗯、卡张自摸啦。哦。九台卡张自摸，庄连拉混音色。九台耶。发财来应该不会碰，因为他的一万碰死了，这个听一四万也不好，而发财也被人家抓对了。嗯。看能不能直接击中五万，两张活牌。
那我们的桂芳，南方的桂芳听卡六万。那伟杰是听卡四饼。那都听了以后就是比运气，来运气。丽蓉姐先，呜呜呜，一级棒，杠上。这里不要杠那么快啊，这里想一下。虽然如果打六万会放炮了，但是我是说想一下，不是说要打六万，想一下。这里生死门的桂芳兄会选择打九万还是转听？转听会放炮。哇哦！哇，这里丽蓉姐抽一色的中洞连一。第一名。伟杰这边抽一色也是一进厅喽，七条是最美的。哦，那这里还有混音色碰碰舞的可能性。有了，听牌了。先听。对，听卡七条，但是来二条可以做混音色碰碰舞。对，来六八条也可以。对。直接集中七条是最棒的，还有两张七条。那这里自影也听牌喽，卡五万。不考虑，直接打。两个八万，嗯，因为八万被桂芳哥吃倒了一张。他听卡五万，所以他如果打一万的话是可以听卡七万，对不对？对，打一四可以听卡七。那丽蓉姐这边还是一进厅。其实他的牌听卡七也不错，哎，因为八万。留在手上就是第三张八万了，七条掉下去，吃落吗？对，八条吃落，被桂芳哥吃落，吃落了世界。哇，又一个混银色，今天第四把的混银色嘞。对，今天是不是混银色的牌局啊？但这种二三名的互推，桂芳兄是没事的。但我觉得这边比较可惜，他的牌是被给吃落了。OK 啦，胡道就 OK 了。嗯，吃落，然后人家不打，真的可惜了。有时候就是，这又跟想拼自摸的切入角度又不一样了。对，有时候能胡牌就好了，能胡牌就是好事。你的胡牌